他对偶像。1、2、3，来。唱腔啊，也是深受小妹妹的一个深刻的，好吧，影响。那妹妹呢，今儿个呢，也可以跟你学一下唱歌部分吗？好啊，教一下转音。好，那我们请到我们的妹妹一起出列啦，瑶瑶、安妮、鬼娃娃，请出列。难得 FIR 三位团员到齐，即将授课教导转音的技巧，每个人能够学起来吗？那梅老师要教一个经典一点的哦。好，就我们的爱好了。哎，我们的爱。对。哪一句很经典？对，就是副歌。好，那你先示范。不要太难。吓到妹妹了，是吗？就是副歌，就是应该大家都还蛮熟的。副歌，那谁要先？安妮先好了。安妮，要注重的是哪一个部分？其实呢，有一个地方要注意，就是我们的爱那个地方很容易滑掉，因为它很高，所以要 hold 住。不然先这一句，肚子要 hold 住气。先这一句试试看。好，我们的爱，好，来。我们的爱，过了就不再回来，直到现在我还默默的等待。他整段都唱完了。哎呦哈！其实很顺，不错哎，不错哎。对啊，没有什么问题耶。对啊，只是你可以大胆的唱出你的感情。刚刚是没有对感情，你那种是没有灵魂在里面。前面再多增加一点，对，其实转音、假音其实都还蛮 OK 的，很顺。所以感情的部分，建议他在心里面要想哪一个画面。你唱这首歌是想什么？当初录音的时候失去过的什么事情？18岁，有喜欢的人，然后他不喜欢我。等一下，我先问一下，那段故事发生什么时候？就最近啊。真假的？那还更适合。她长那么漂亮，对啊，怎么会这样呢？她叫可以讲吗？可以。她姓吴，然后叫吴子豪。
哇，你们好大胆哦，就这样讲出来，那个人会不会？你刚讲他本名是？对啊。不然这样啊，一不做二不休，家长姓名顺便公布了。错误的。好，你就可能就，还是你对他有生气？我没有对他生气啊，但他不喜欢我，对不对？你有那个跟他表白吗？有，他说我太主动了。哇，哎，那唱这首歌之前呢，来导播给他特写。吴子豪，你先对他讲一段话，讲完以后，你给老师一个 Q， 然后就唱，那个歌 feel 就会出来。对，老师慢慢好不好 ？Stand by， 让他一个对他表白的，也不要表白啊，就说就是一个发一个抒发一下。好，导播特写，吴子豪是不是？对，不要叫他本名了，吴先生了。吴先生比较装尊重。吴先生，我不知道为什么。你就是不喜欢我，可是我真的很喜欢你，然后我很想一起跟你过情人节之类的。那还要不要这边堵墙哦？可能那时候他是一时的情绪被蒙蔽了。那你现在有什么话真的想对他讲的？如果你喜欢我的话，你告诉我没有关系啊，我等很久了。其实不瞒您说，我每次唱到这首歌，我都会很想哭，可是我都忍住。好，那我忍住。所以。来，等一下，不要破音。好，来。我们的爱过了就不再回来，直到现在我还默默的等待。我们的爱，我明白，已变成你的负担。感动哎，害我也想要。怎么样？没有，有颤抖的感觉，有 feel， 很好。刚刚有被这段情感动到，有，真的。吴先生加分，好。哇，鬼娃娃，鬼娃娃加油。那我们的爱，你那句话你先唱看。哽咽，欲言又止。干爸真可爱哦，鬼娃娃我敢跟你挂保证，今年的夏天绝对会因为你而掀起一阵尴尬风啊！嗯，谢谢，欢迎瑶瑶。因为跟三位报告一下，是我们摇头店调来的，昨天摇一摇。哎，刚帮他吆喝是他人气很旺，还是要看笑话的心态？看笑话心态。这几个多恶劣！哎，等一下，等一下，上来。OK 啦，相信他，当我怎么办？好，我们的爱。我觉得我会被笑。不要紧张，不要紧张。先。你先唱，唱完老师再帮他调整一下，好不好？好，你可以 Q 老师，直接唱吗？可以，我跟着你。不要喷麦，好好唱。好，来。